Hello， 我是拉兹。今天跟妈妈约好要来做手做，我的话今天打算做一个礼物送给有肚子里面的妈妈 B B。先大家进去喽，到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进去吧，到。耶、yeah, ，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防披被，可爱哦，它可以有两个颜色，然后这边再补几个钉，可爱。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防踢背。那你看要不要做小朋友的衣服？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小斗篷呢、啊？这个，这件，这件是姐姐。这个一天有帮我做好吗？可以。这算是斗篷。姐姐，一定要帮我做这个吗？现在要来先挑布了，来到它的版型。选了这个布，有老鼠的，然后里面是点点的。那我里面加的那个棉花是最后再去决定就好了。棉花，就用这个就可以了吗？这个。这是外层的布布，是生下老鼠在哪里啊？老鼠在这里。小灯泡，内层的布布是这个点点，还有里面的棉布。是把这个剪下来就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哇哇、嗯，还要先画板子在布上，然后再剪下来，看来是一个大工程。剪完了。工厂啊，这一台机台2.5倍、2.5倍，好可爱。就不是啊，那是下面。不是。这里有什么拉到跟它一样？半成品。哦，这个一定要淘。也是一样吗？这两边旁边准备拉出来，对不对？先遮这两边。半成品。可爱，这个老鼠在这里，另外一边颜色是这种可爱的颜色，快好喽，钉扣子了。你有的好，前面呢？增加它的牢度，然后也增加。很认真哦，认真哦。做这个就是要认真啊，要有耐心啊。对啊，有耐心，你敢走进来？3点多，快4点了。